早上去过。哎，我是。那你要早上你的太阳花之恋吗？其实我很不喜欢太阳花学院这个名字，超不喜欢的。那大长花你觉得如何？到底是谁去太阳花学院的？我真的很好奇耶。毛毛的，我真的觉得一点阴魂不散的，我想说那个符撕掉了，完蛋，那买酒要过来了。